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ick。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如何把 NEARS 的币把它除值到 XT 交易所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要知道它的 XT 交易所的钱包位置。那我先点选这边，点选钱包位置。那点选进去之后，那一样在点选进去之后会在这个画面啦、啊，会在这个画面。那你要搜寻嘛？那搜寻之后查到这个 NEARS 的钱包位置，那我们就点选这个充值。网络的话就是它的网络，复制它的这个充值位置，这就是你交易所钱包的位置。好，这时候你要怎么看？这时候就要把点击你那个 PC 的那个钱包嘛，官方的钱包位置，把这个附贴上来。那这边再输入你的颗数，你要转多少的币过去？你要转多少钱过去啦？那我先转一千，然后就这边点付款。密码的话，输入。输入完之后就可以直接付钱进去了。那按时，因为它扣一点手续费。好，这样就发送了1000，就转一千过去那个交易所里面。好，大致上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再看一下交易所。那如果后续要交易的话，大概应该是等今天吧。今天明天就可以交易。看一下它时间。交易，对，今天就可以交易了。今天的6点就可以交易了。好，这就是大致上的那个把币转到 XT 交易所的基本的流程。好，大致上就这样。那今天就是分享一下，就是说从官方钱包再把币转到 XT 交易所，再做进行变卖，或变卖后再转到你自己常用的交易所里面，把它转成你的法币。好，那今天分享就大致上到这边。那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